Happy birthday to me. 这是我的生日大餐。啊，这是生日大餐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理啊，我自己帮自己庆祝不可以是吗？哎呦，有人闹。我要拍。有一个人就三杯咖啡，你喝完不够睡啊，不够睡。哟，你这个酱来的要倒进去了，真的。我不要 complimentary 我们 fries 哎。我帮你问一下啊，如果没有 complimentary fries 啊。拍照吧，不是拍 video。拍照，拍。有没有？你过去，咱们走去。但是有问题哦，你看这个车，就那个门都可以扒出来哦。可以可以啊，我。什么门？诶，那个 handle。哪里拿到了？什么哪里拿的？后面的那个人一开门，诶，就跑出来了。我朋友就是女生来了，一开门嘣，这不烂掉啊！我不敢跟他生气，他第一次坐我车，一掰就烂掉啊！连开门哦，上车连，哎，我的 hand 呢？这讲开门哦？没有开啊，这边没开哦。OK， 所以结尾的话，他喝了两杯奶茶，然后回家要做运动，一杯奶茶500卡路里，他喝了1000，他做了运动减200磅，所以想象连收我。什么崩吧？我们做工就是崩吧的嘛！你以为你崩吧？你来做我这个，我这个 king of 崩吧。啊，你的 king of cobra， 我的 king。现在呢，是我20岁的最后几个小时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焦虑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希望我21岁的愿望可以早日实现。吃一点点不用紧了，最重要的是先21岁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年。OK， 就这样吧。倒数一下我的生日，哦，到了！哇哦，赶紧去睡觉了，好累哦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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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